小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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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要是这么想，能让你心里好过点，随便你。所以，就是杀我感人，拜拜。
爸，该吃饭了。志明，乖啊，咱们一会儿再吃，好不好？哦。啊，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啊？啊？古斯塔夫。什么？他还有名字？是，杀了上百人，号称非洲的捕猎之王。查沃先生花了很长时间才把他抓住，本想把他运过来，成为滨海新城的地标。三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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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危险呐！不要冲动啊！哎呀，你快回来呀！哎，你干什么？老子要赔本！你不要命了？我们还要呢！你要是出门，鳄鱼进来了，我们大家伙都得死。对呀。哎哎，救命啊！哎，有人来了！哎，救命啊！救命！哎哎，救命！哎，救命啊！哎哎，在里面！他们有船可以带咱们出去。趁火打劫啊！哎，行了，老谢，就说你矫情，这么大雨，咱跑出来救人，积多少德啊？不就是没捞点好处，不过分吧？你俩货！哎，哥，哎，往里坐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救命啊！我们在这儿！哎，救命！救命啊！多装点，多装点啊！忙着点。艳丽，这下发了啊！鱿鱼，别过来！Thank you.
接下来欢迎我们的城市英雄查沃先生。Monster in the Chinatown. Mr. Chabot, you bought the boat out of rescuers. 其实，所谓的怪物呢，是一只名叫古斯塔夫的非洲巨鳄。幸运的是，我们已经将鳄鱼抓住了。各位，唐人街这次惨案的罪魁祸首就是他。而将鳄鱼放出来的人，我们也找到了。就是刚才你们看到那段视频的当事人。鳄鱼出逃的责任都在我。唐人街信号塔的中断也是我的无心之过。但是为了这一切的不是古斯塔夫，而是查沃，是查沃，他破坏了唐人街的信号塔，是查沃。他为了唐人街的土地，让他们接收不到预警的信息，他还绑架了我的女儿，让我替他撒谎。绑架？你想见你的女儿干嘛？不会吧？你是什么人啊？帮我一个忙，你们是一个，就是十个一百个，我也乐意。切断了信号，延误了海啸预警的人是你。放出鳄鱼，导致唐人街死伤无数的人，也是你。所有事情都是你做的，就是他。就是，从现在开始就是真的。把它关掉。什么样在你？把它关掉，把它关。查沃先生，你演了一出好戏。有种，把他给我抓起来。喂，喂喂喂喂，大家快跑！有鳄鱼，快跑啊！我忘了告诉你，你是唯一的幸存者。把他带走。Don't touch me。我会走。
张鹏，小胡，小胡，你没事吧？啊，受伤没有？受伤没有？看看志明，他昏迷了。志明，志明的伤太严重了，得带他去医院。志明，你醒醒！志明，来，起来。志明，志明，你坚持一下。志明，志明，志明，你醒醒！志明，
爸爸，说话呀，能不说话呀？你看看我，你看着我，你不是说你要看我长大吗？你不是要看我毕业吗？你还要看我结婚？我再也不会惹你生气了，你说什么我都听，我都听你的。你打我！有人吗？有人吗？爸！